俩都脖子是一个重复的。你为什么学我？我没有学你。你说这么想成为黄如云吗？啊，涛教练跟黄如云、孙如云，好教练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有的时候老跟我说多了，然后哎，黄如云，黄如云，我真觉得他老是，他就是叫黄如云了。你不要老这样，这是一种潜意识给我洗脑的。